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这里有点暗，这样。我现在呢又在朋友家，因为我们今天的行程呢是包水饺，没错，上次包一个很垃圾的水饺，这一次希望可以成功包一个水饺，但是我们水饺皮买不到，所以我们打算自己去擀那个水饺皮，所以失败率又提高咯。来看他们在里面干嘛，一定要先来喝个咖啡，咖啡好好喝，走吧。你们要说一下你们的进度吗？没有进度啊，我刚刚洗手。我们在筛面粉。你现在在做什么？我们在筛面粉，然后我们要用低筋加高筋面粉，就会等于中筋面粉。哦，因为我们俩中筋面粉。然后我你有用棒秤吗？还是你就？没有，我找我们找不到磅秤，所以我们用量杯。哦，所以你们跟我一样都随便来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没有，我刚才洗手哎、欸，我没有洗手，拜托。好像我包水饺没有洗手一样。这样哦、喔，对啊，对啊。为什么？可是其实他们是用那个哎、欸，用那个搅拌棒。对，为什么我都碰下去？你在跟我说？怎么样？好像有耶、yeah。我们在浸泡香菇，然后我们刚刚用我带的很好吃高山高丽菜，然后我们加水让它脱。我们现在呢要出发去买猪肉内馅。才89块，这么好吃吗？感觉很好吃啊。那什么黑糖真的？碰到碰壁。我们去看酒，它粉红气泡哎、欸，对吧？那个油酒，这超可爱的、哦。但这真的没有什么酒味、哦。对啊。海底捞啤酒也没有人喝过呀。我觉得很酷。大揭秘。干嘛？干嘛？放冷冻。为什么酒都冰了，这个还放外面？耶、yeah。有小姐姐的手印，现在开放一份500人民币。我现在是观众的视角，所以小姐姐说什么我都要讲。这可以直接倒掉，这要滤水。嗯，还好。没有啊，这直接倒掉吧，这是盐水。对啊，去找绍兴酒要用多。Like a virgin, touch for the very first time.Like a virgin, and you make me feel a virgin. 你等一下要做缩时吗？我要 torque。你要站在那里很久。哎、欸，你们要用黑豆？不然你就立正站在那里很久。哎、欸，你们要黑豆酱油还是酿造酱油？这是我的工作吗？对，什么东西？我刚 torque， 你不可以剪掉。回去的灵魂显灵。你们，你要出现 torque， 我也 OK。啊， recipe， where？ 谢谢蒂妮，这是白胡椒。我们可以不用用这个了，我要吃那个水饺皮。这个可以试试看，你用完也可以用我们的。不是试试看，是就是要用。就是要用，弄吧。耶，包水饺。还有包水饺，撒一些面粉才不会粘住。对，保鲜。其实我觉得是哎。还是要先冲嘛？这样会弄多少啊？
你要留一圈手指可以捏的地方，啊、太多了。然后你要沾水，你要沾水在，你要沾水再涂一圈，然后捏捏捏。你成功了吗？哎、欸，还不错啦，还可以。李泰峰师傅，耶、yeah, ！这是我人生第一颗自己包的水饺，之前真的挖鬼。你之前不是？手掌包，这样子看哦，反重力。我已经请给我写反重力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反重力包。Oh、我介绍一下我今天的。王磊手势介绍一下我的水饺，然后哎，跟大家介绍怎么包。首先拿一坨，然后平铺在你的手掌上，它会自动的粘到你整个掌心。你看。就是这个寻求这种，它不会掉、哦。再来，对，最好你这样放到手掌的中心，手掌包。好，我们继续哦。接下来煎好了，这样就永久，我也觉得就努力的把缝缝包起来。最后我们再揉一揉。哦，看起来很棒哎，你看水煎包啊。哎、欸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弄，给我看，你不觉得这样子？哎呦，对啊。你们就继续做你们那些。耶、yeah, ，笑笑水煎包。不要拍笑笑包，你看、哦、我们要等一下把笑笑包拿起来。不要，不你看笑笑包没有办法再拿起来。我们现在呢要来煮这个，然后我们现在要调辣酱。跟蒜片。哎，我觉得可以哎。你可以等我吗？可以的。嗯。有没有看起来很棒？快点把那月线梦拿出来，我们要一起吃。月线梦在这儿，大家要吃。哎、欸，真的超香的，因为我们有加香菇跟高丽菜。你看，为了做这个，脸都变爆油。对啊，累死了。超好吃。小蜗牛筷子吗？好啊，筷子叉子吃都可以啊。哎、欸，这水饺皮很好吃。真的吗？我这边用这个胡辣的酱油。嗯，快点，我们要。还是这为什么？我这皮超厚。他没有熟，他就是面疙瘩。我们用高筋面粉做的，那超像面疙瘩。就面疙瘩的味道啊，有熟吗？嗯、有料吗？我好想配个汤啊，变汤饺。成功。它会变灰头土。这喝起来味道很像有点柳橙香味的啤酒，非常中式，然后不会很甜。第二批水饺来了，来的这边是白玉豆花，这边是我们把刚刚的水饺拿去做成煎饼，但是味道就是用炸的，超快。最胖的吗？最大的。那他没有笑脸，没有，那是麻烦过来他。你不要要。它吃起来就是馅饼，馅饼啊，其实不难吃吧？很明显就是它，其实我觉得不难吃哎、啊。这个是笑脸吗？这是笑脸吗？你看，嗯，就是知道馅饼啊。你不要侮辱馅饼好不好？我不是有做一小盘吗？哎、欸，我们帮我的 vlog 做个结尾。我要开始了。那如果有反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包水饺的影片。See you guys next time.